我突然间好恐惧，我好惊呢一种恐惧系我系咩？对你哋嚟讲，其实我系咩？如果我不是你的女兒，我不是你們的朋友，我不再畫畫，我不再演戲，我也不再寫東西，我是什麼？為什麼我要存在在這裡？我所做的事，我所得到的事，我所成就到一些事的事，是来自我的意志，things。為什麼廣東話要用 things？ things 是用個野字，野性、野蠻。我是什麼？在這麼多年來在香港排練的時間呢，真的很寶貴。在剛才剛剛的經歷令到我覺得，香港的藝術工作者嘗試可以去放慢回，給自己去抽空回你的時間和空間。我不是說其他人的時間和空間，是你作為一個藝術工作者你自己的時間和空間，可以嘗試放慢一點，令到它變成零。同埋我覺得很有趣的就是，我發覺原來很多演員當他作為一個觀眾的時候，他們都是會想去做一個旁觀者，我覺得很有趣。多謝你們，多謝 Edward， 你提醒了我一個 vocabulary 意志，多謝。各位觀眾，現在休息片刻，請安坐於座位中，演出即將開始。各位觀眾，現在休息片刻，請安坐於座位中，演出即將開始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this is a short break. Please remain in your seat as the performance is about to continue.